再看这个有关简报的上映的问题，简报你要是上，就是说假设你今天这个内容做好的，那不管是你来讲，还是说你是属于长官讲让你参会的，今天我们在播放的时候，至少这几个快速键你要听一下，哪几个快速键？尽量一下哈，尽量真的你要听一下，看起来比较专业一点。第一个，你要播放简报的时候，你慢慢播放简报，就是就好了。但是这种方式是从第一章开始，好，从第一章开始。那有时候呢，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中断中断，对不对？我可能从第五章，就是你看你现在流标在哪一章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按四个章数。不过这个四个章数好像在2002没有用。所以如果你要用的话，至少2003以上。好，2002不行的话，我记得好像2002不行。好，这个注意一下。那这两个基本的你要会，再来这种的，尤其在什么，每次帮长官在做那个操作的，一定要特别这个要会。什么意思？有时候长官说，我们刚才有看过哪一页有没有？你请你跳到刚刚那一页。哇，你知道在打野啊，那个在哪一页，然后就这样怎么样，按右键跳至投影键，然后就我们刚刚讲第一页按那个虽然也可以啊，但是看起来比较不是那么专业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所以我们现在我给你们的那个响应上面右下角表面上一个页码，有没有看到右下角没有点到的那个图，是不是页码？你在用什么电脑呢？给我看。我在看什么？你看在右下角这边不是都有一个页码吗？对不对？今天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帮你操作的时候，你手边也会拿到这份资料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刚在讲的时候，你讲不好意思这样，一页页慢慢跳回去吧。那边带领一个单车部委哈，所以说，就你是偷看一下那个第几页。比如说我现在我想要跳回那个刚大概四十好了，对，你看一下四十是在第几页，好，随便给我一路嘛，27对不对？刚刚有没有比较专业一点？那我知道我刚刚那个在第几页，所以我们继续回来讲，这样可以吗？数据立马打完了，上面都下来了，上面很好看。所以你下次要印那个讲义的时候，记得把立马标出来。那怎么办嘛？你知道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同一个标题看起来都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把立马标出来，旁边的人就顺便提醒，那是第几页。所以你要跳进指定页数，就是页数按下去之后，按门板就跳过去了。好，这个我觉得可以学习一下。那既然讲到这个页数，请问你，我们平常在选报的时候，那个页码有显示出来吗？有吗？我们播放一下，比如说我们刚刚做一个这个选报，我们也一样，我们播放看看。请问有页码吗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平常是不显示出来的。所以你要知道从哪里把那个页码显示出来。请问我们在 Word 里面都有没有用过一个功能叫做页首页尾，对不对？页首页尾，我们当然页尾大部分是放页码比较多嘛。好，那简报里面有没有？有一样的地方，来我们看一下。其实你尽量把你的 Word 连接想一想，就会觉得说我在用简报是比较容易的，反正它有个占用性一样的。好，你来看这边显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页首页尾？真的有，对不对？在这边，好，页首，好，显示里面有一个叫页首页尾。你找到它之后呢，我们来这里，因为内定是没有把它显示出来的。有没有发现我在里面有放入历史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页尾也有，可是因为页尾我没有打。所以这样有出现的话，但是头片跟它是没有出现，
对不对？那请问，如果你有换了之后，你跟对方会出现在哪里？来，你们注意在右手边，到这里有没有这个玉啊？目前有黑黑的，这个月尾就是在这边，然后呢，那个日期就是在左手边这个，这样了解吗？那内定值页码是在最右边，最右边哦，所以你看我把它勾起来，啊，勾起来，有没有最右边亮起来了？变黑黑的，啊，所以我现在把它确定一下，全部就套用，这个是全部套用，因为我所有都要，啊，好，各位有没有看到你的页码跑出来的？有看到了吗？但是字太小怎么办？或颜色不够怎么办？请问你要在哪里打？对对对对，因为这是全部整个，属于整体的范围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去某片那边打。请问一定要出现右下角吗？不喜欢出现右下角，要去哪里打？某片。对，所以你看大家这样帮我看某片的哈。好，进到某片来，请问在哪里？在右下角这边。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数字区域？哎，你再往中间那边，你看看有没有？不知道为什么刚月尾是在这里的吧？哦，还有日期是在这里，这样都了解了哈。那所以呢，今天如果我觉得这个地方，我想要修正一下，你可以从这边来。比如说字太小，甚至有些时候了哈，你如果觉得说像这个地方这样不 OK， 我们可以搭配那个绘图工具，我可以来这边画一个。小的矩形，好，我把这边呢，你看，我做一下给各位看哈，矩形，然后不要有外框，好，我把那个填色啊，用一点点透明度，我帮加上一点点透明度在这里，好，透明度我帮加一点，不要那么，好的，预览一下，有没有一点点半透明？对不对哈？这样也可以，或者你换个颜色也都 OK 啊。啊，比如说你这样清楚一点，这样的颜色好像太多了。好了哈，先假设这样子。那我这一层刚好要放到后面去哈，把它放到最下层。啊，现在数字是这个，我希望它大一点。好，那么。现在这个位置上你也可以调整哈，你可以调上来一点点，好 ，OK， 关掉，外面这里有没有？这样就很大了哈，但是平板不会做那么夸张了。这个颜色我们再想一下，好，这样够大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说你希望它调整一下，那个位置也可以调。但是我刚刚没有调整，母片呢，标准母片呢，所以你们发现标准母片不会变，只有内容母片会变，大家了解吗？好，这个地方你可以参考一下，所以至少你要知道说选色之后这边是在哪里，这样子你在这边的时候就比较方便。好，那另外其他那几个应该就还好。好，你要变那个笔啊，内建的，因为它会本身有笔嘛。对不对？那就可以用这个快速键切换。好，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样边讲还要自己操作的，你可以搭配这个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有时候你要控制一下时间，对不对？有的人经常会放这个在这边，好，或者是放个手表去在手表上看。那如果像我都没有的话，我会有时候会稍微偷偷按一下。好，现在4:23，好，就是你如果把警报停掉的话，我是就这样就中断了，就不太好意思，就那我就可以偷偷按一下这样子，好，就可以比较清楚说，因为我现在的那个什么时间大概是多少，然后如果我需要继续讲，就继续讲下去就好了，好，所以你按在 Ctrl 加 C， 它就把那工具列显示出来，好，或者你要切换到不同的那个字段的时候，也可以用这个方式。好，这是简报上面的这个第一个我们遇到的问题哈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多重投影，这个放在规则上需要比较少，好，所以我就先不讲。那么辅助工具这边就要跟大家介绍了，因为这个
就是我们现在看我们平常在操作的方法哈，因为不只是简报，也有很其他的。那么我们这里面呢，除了我们刚刚那个 ticker 之外，现在还有四个工具，那这几个工具都是不用安装的，重点是全部都是免费的，好，所以能够快速使用没关系哈，所以会可以很大方的给你，我不用再说有点东西，需要多少，你们来了，因为你不用安装，所以很安心嘛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。您可以看到哈，在我会放在里面这个有一个简化技巧类，那么点进来这样总共有四个，那这四个里面呢，在我的部落格我有介绍我现在用的这个，我现在用的这个叫 Romic，大概好像500多 K 吧，就一个档案而已。那它的好处呢，是你看不出来我是怎么弄的，搞一点点神秘。没有，因为它记录快速键会比较好用。好，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不常做简报的，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，还要记什么快速键，对吧？所以我先跟各位介绍另外一个，就有一个通缩性，这个合作社。好，那它呢也不用安装，所以你刚才把它打开好了，打开。如果你会走路的，一个档案就好。那我不会成为做一个翻译版这样子。那前两项呢，这边你的右上角，右上角会出现，因为我这边有点遮到了，右上角它会有这样这样开始。所以今天如果说你要做简报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现在回到这边来，好，我想要开始画了，等一下它会就会出现通知的，有没有？所以你们在现在有发现气象报告也好，一些政论节目啊，或者财经节目，这么摆都有人，不然比较少人拿那个板子，对不对？他可能有什么资料就直接上面画，那就是像这样。哎，你先选好你的这个，好，我要状态，好，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，好，比状态大，变小一点，看怎么样？他如果选这样徒手画，好丑，怎么办？丢到垃圾桶，当然用这个直线画就好了。还能看数，对不对？那你也可以告诉他，哎，待会我们来看这个，怎么那个会。然后就是说，它的好处就是说，它这个工具又是很清楚、很明白的，所以你可以直接这样这样就直接做。那你要打字，打字要几行就几行，啊，所以这个很简单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它右手边，有没有发现这个颜色是有两种？那为什么有两种？因为一个叫荧光笔。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叫荧光，也就是说您在看的时候啊，你在像我现在用这个，我用线好了，你看我这样画过去，有没有发现不一样？左边的那一条是荧光笔，好，那右边的就是实心的，啊，右边就是实心的，那你大概了解了哈。等你弄好了之后，不要了，我就按离开，它就收起来，就静置的待在右上角这样。就不常用的事情可以用出来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的简报的内容范围超过那个 PowerPoint 的范围的时候，就是你那个做工具。那我有需要的时候就打开，我就可以直接画。好，这是第一种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就是我用的这个叫做独立的。那在我的部落格上面我有介绍哈，你到我的部落格的右上角。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Unit 简化的方式，虽然我上面写的不是最新版的，不过原则上的操作工具都是一样的，好，操作工具是一样，那它也是只有一个档案的，它也是只有一个，看这边啊，这里有一个是吧，在这边，它只有一个档案，你看是500多 K 而已，连一枚档都不到，你执行了之后呢，在我们的右下角。在这边，这有一个这个，对，这样有看到吗？好，会有人放这个，哦，就好像放大镜的这个小，这个小屏，那代表已经提醒了。那提醒了之后呢，它的操作的快速键其实就是 Ctrl 加一或者 Ctrl 加二 ，Ctrl 加二就是直接画 ，Ctrl 加一就是放大，好，放大。那所以我们还可以搭配滚轮。怎么样？我可以这样跟你们去放大。不过说真的，不好意思，我在上课不会随意这样的，因为按钮也太大了。所以我在很认真的放到我要的地方。因为警长不要随便乱玩。
哦，那是你在玩用的时候，测试的时候可以上，所以我平板如果用了，我就是很安全就把你排上。好，所以你看我按 Ctrl 加2，有没有马上就变成底了，对不对？请问你现在有什么底的游戏？你只要会英文，大概里面都有。黄色，好，黄色 ，yellow， 对吧？因为它有一点有快速变换器的哈，啊，好，绿色 green， 橘 blue， 蓝色。它多少 ？Orange， 它就 pink， 七，差不多吧，嗯，差不多哈，啊，所以那问一下，橡皮擦的英文叫做 eraser， 所以要把这个擦掉要怎么样？按哪一个快速键 ？A B C D E F， 但是你也可以用 Ctrl 加 E，Ctrl 加 E 是一个一个方面，有没有？可是我要全部擦掉，就是 eraser， 一，就是全部擦掉了。这样您大概了解了哈，所以其实他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那个工具在那边，但是你稍微轻点点快速键，可能就在使用上，反正用习惯就好。但是不常用的，就不应该选这一套，好，因为毕竟你要多记一点的东西嘛。好，那就是第二套，再来第三套，第三套的话也是跟刚刚我们讲的手果那有点像，它就是一个工具在这边，好，在这边。但是它有一个好处，它没有放大的功能，没有放大的功能。但是我为什么要用它？因为我们刚刚的那两套人都有共同的输入，也就是说，我今天如果进到所谓的绘图模式的时候，我现在在用它，我的反向手感这个是不能操作的，什么意思呢？本身它好像把那个画面拆掉下来，然后在上面画。所以今天我如果要操作这个软体的时候，我就变成我现在先离开它，我才有办法继续操作，有没有？但是这一套它就有办法做这件事情。你看哦，假设我在这边，好，我现在用这个笔了，好，我开始，哎，我们等一下看这个，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回到滑鼠模式，进来，有没有发现笔画会留在这边，但是你可以继续操作。好，那怎么说用到这个？我通常会用到的就在哪里？如果你要播放影片的时候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影片的时候，哎，待会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地方哦，你的箭头指好，那影片继续播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比较 OK 一点？那你现在要擦掉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地方把它擦掉。好，所以它虽然没有我们那个放大的功能，但是偶尔会用到它，因为。放影片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适应的方法，好，因为你还可以画面流如可继续操作哈、哦。所以刚我们是就讲了三套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套大家用到机会其实比较少，就像我刚有用，就在这里，有没有发现会降价？有点类似那个 Windows 里面不是有叫做那个放大镜，好，内置那个放大镜嘛。像我最近像昨天就是拿它大学上课，但是上课的对象是什么？就是特殊生。包括视障啊、听障啊，他们有些其实放大到这样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。你拿一个 Apple Watch， 它几乎是跟屏幕贴着的。但是如果你用内置的放大镜呢，它这里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把这个地方变成全屏幕。也就是说，我可以这样整个屏幕都放大。他们像这样在看就会比较方便了。好，因为其实一般我们如果有一个小视障。Windows 内建的 SD 内建的那个比较不好，就是它滑到上面，但是看的视窗是在右下角，它怎样好像看上面，然后对下面了，这样就是它很难对。它所以其实透过这个方式，他们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比较容易用一点点。不过这个我们用到机会比较少，啊，用到机会比较少，所以我就没有特别，就不用再跟大家特别介绍。好，这样您大概应该可以知道说。我们在剪报的时候，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剪报的范围会离开我们操控的，那这个时候用它就很好用，还是很好用啊。这个是跟大家稍微做一个介绍的。请问大家针对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当然了，反正都免费的，我们都尽量找免费的，因为要付费哈，因为还要装来装去有点麻烦。好，所以这边呢给大家看一下有这样的一个。软体哈，